要真是长这么漂亮，别说是旺夫，就是克夫，我都认了。你要是把他弄过来，你什么话都不用说，他只要往那儿那么一站，什么都能卖出去。哎，活招牌啊！美女，在酒吧里边哪有只喝饮料的呀？得喝酒啊，是吧？我请你一杯拉菲。拉菲，有品位啊！来，来一杯。美女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那个摩飞化妆品北京分区的那个总经理，我觉得你的那个形象和气质啊，非常符合的我们这个产品，我想请你做形象代言。代言啊？啊，行啊，不过我的费用可很贵的。哎，你报个价。好，那个我们华北区的总监也在。Hello， 服务员，没看见这么大的两位老板都在吗？给我来一瓶拉菲，一瓶。你要哪年的？03年的吧。走，看我啊。好啊，你先去。先生，把单买了吧。这个多少钱？20000。走，跳舞去。啊。警察叔叔啊，这检验报告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我根本就没吃什么摇头丸，我就是被冤枉的，你凭什么靠着我不让我走啊？坐哪儿？血液里没有，只能代表你尚未服用，其他的什么都说明不了。你身上有毒品，你同伙身上有巨额现金，而这笔钱怎么来的，你们俩的口供是完全不对。他说那是你欠他的债。胡说八道，那是我进货的钱，货是摇头丸，对吧？不是，哎呦，警察叔叔啊，这6月都要飘雪花了呀，千古奇冤呀！坐哪儿？我都说了几亿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鬼摇头丸是怎么跑到我身上来的啊！你们这就是赤裸裸的栽赃嫁祸呀！而且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同伙，那是我的上线。上线。啊，是我上面经理。我记得你昨天晚上跟我说你是大学生，怎么上面还有经理啊？那我实习单位呢？实习单位的啊？那你就跟我说说实习单位的情况吧。哎，警察叔叔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这个公司啊，是一个非常平等、互敬互爱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就会有收获的好单位。这听起来还不错，我正想换工作呢。当警察吧，是又苦又累又得罪人，还不赚钱。不用换呀，您可以兼职啊，是吧？而且像您这个工作啊，您接触的人多，这就是您的机会啊。这不仅是您的机会，也是您所有亲朋好友的机会啊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上天呀，
跟每个人的机会都一样，不管你是大学毕业还是小学毕业，不管你是高富帅官二代还是屌丝穷二代啊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时，也是把财富的机会带给对方，是吧？就像现在的我和你一样。你是要拉我当下线呢？不是，五级经理。你是几级啊？马上升四级了。跟你一块儿那个呢？三级啊。你是冯豆子学校的教务处主任？是。请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啊？冯豆子涉嫌携带违禁毒品，并且参与传销，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，予以行政拘留10日，罚您人民币10000元整。这是他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同志，这我是冯豆子的姐夫，这我最了解豆子。豆子平时连烟都不抽，他怎么可能是什么摇头丸？这太开玩笑了。这个还有，他就传销，那更不可能，他根本不会呀。啊，他就算会，他也是肯定是上当受骗的。对，你得查清楚啊。这个他孩子才多大，这多影响他的前途啊，是吧？你还把他的学校领导叫来。领导，不好意思，那个，要不您先回去啊。那个我来调查清楚。我可以协助警察和政府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。如果说冯豆子真的是一时糊涂，那我揪他耳朵，马上就到你办公室去认罪认罚啊。如果这事儿冯豆子真的是冤假错案啊，那您今天就当是体验吧，生活好吧？您先请回啊，领导。您慢走。你先别推我呀，我还没了解完情况呢。冯豆子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我得对他负责。是。这是您放心。这个我一定会帮您查清楚的。这您是做学问啊，有身份的人，这空气不好啊。您先回去，回头我给您汇报工作啊，回头给您汇报工作。您慢走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去看您啊。谢谢领导啊，慢走。警察同志，那个我再多交点罚款，能不拘留吗？那法律是什么呀？那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没别的办法，签字。你不把我们家人一个一个坑遍了，你死不罢休是不是？啊，你听我说，这多大配什么孩子呢？你这点吃摇头丸，你就让他去传销？不，真的，你听我说，刚才电话里没说清楚，真的，这事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姐，我你不信你？跟你没关系是吧？行，你等着。110，我要报警。我这儿有教唆犯，赶紧把他抓走！我再不……这警察叔叔挺忙的，咱能不麻烦人就别麻烦人家。不姐，我知道您消气，知道您是气难消。不，咱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，赶紧想办法把豆子救出来，而且那个档案上不能留案底。豆子就是让你给带坏的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他不打电话找我，他找你。不是他那不是怕你担心了吗？他能瞒我一辈子？姐。赶紧捞人吧！啊，实在不行，咱多花点钱也行啊。花钱？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钱是吧？我的钱呢？你欠我的钱呢？你欠我的30万呢？还给我！钱有。把这重要事情忘了。那去，都在这卡上，没有密码啊。那，不，就等会儿。现在是29万了。喂，有一万给豆子交罚款了。我马上还。我3天之内一定还给你。3天之内，你要是不还给我，我拿你做狮子头。滚！哎，是。那豆子的事儿，我让你滚。